五颗假奶，克恐怖下午茶。女神卡卡扮美人鱼装假腮，超级惊悚。她扮男人也真的够痞，但你以为她没新花招了吗？她先以素颜登上美国杂志封面，还在杂志访问中澄清从没整形，但她知道很多歌手都动过刀。素颜示人，天后气势变少了，但她也很坦然说，有化妆没化妆，我还是原本的我。他才刚说完，杂志内页的其他照片又让卡卡不太复萌。这张装着五颗假奶，吃着马卡龙下午茶，穿着长礼服不稀奇，但往左一看，旁边全是卡卡的复制人，还有穿着立刀鞋跟，大看全裸在钢琴上耍性感，果然不搞怪就不是卡卡本色了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朴素只是昙花一现报道。